廖碧儿、李丽珍、陈国邦等人出席 Feel TV 剧集《娱乐风云》的宣传活动。呢次活动会有成100集咁多噶。除了几个熟面孔之外，李丽珍就话同新演员合作都好开心，都好玩噶。有时你哋做好多嘢，我都要问噶，即系咩意思啊咁样咯。但系知道咗之后，觉得几得意咯。即系佢哋虽然即系好多都系廿几岁啊，甚至十几岁，但系觉得佢哋比我哋以前细个醒目好多。不同啊，都挺好玩的，因為有兩間公司在鬥嘛，咁變咗啲藝人在裏面啦，歌手在裏面咧都有他哋自己的風格去對付呢個戲。日前任達華在內地出席活動的時候被人用刀襲擊，你哋活動上面又有冇遇過呢些危險情況呢？冇，係即係用刀，但係衝上嚟有試過，但係唔係衝上嚟係好多時候都會嘅，所以今次可能。大會保安啊，各樣都不知道他衝上嚟是想攞禮物啊、簽名啊，定係做乜嘢咯？其實就冇得點樣小心嘅，都是盡量做得平時應該做的都做曬噶啦。阿華哥呢個真係好特別的意外咯，我覺得。但他很好，好 calm 咯，成件事，因為睇到身手很好喎。係啊，好驚啊！如果唔喐，即係仲會大鑊啲咯。